放放下来，你移开它，我还要坐过坐过来，把它移放开。接下来现在就好照相，这样芝加哥风景。咦，他爸爸，哎，我坐大马车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几有超级匹马都挺漂亮的。所以我对白马有印象，好印象。白马吗？对，哦，这个写真。这工作也够没劲的哈。对啊。应该是好玩，人全是没劲。旅游业嘛，去旅游业。刚好，哎，这个马能安步当车，能够那个什么，对对对，把芝加哥这个都市风化，把芝加哥都市风化那个下来，而且回来了六点多，那时候雨天又更凉一点。对对对。马，小乖乖马。嗯，大马哈。他摸的马。摸了，挺那个干净的，摸过去温暖。嗯，你看，这就是挺好的，这样照的挺好的，看看，就很像纽约，感觉很像纽约，嗯。就是很浮华，真是。嗯，就这个马，这个马蹄，搞，刚才挺好玩。